这里开变了。然后在这进进，首先把这个夹进夹起来，夹进夹起来之后，你要等到这个温度到了适定的数值才可以开。温度得到了它适定的数值，然后那边就可以开机了。首先开那个橡胶泵，开完再排风机，开完风机之后，再看看下面有没有什么报警，报警的话再注意位。现在气压不是不足，还要进去。这里有气压表，看到确定数据是3.88。这里是5公斤，开完，这里是5公斤，到5公斤的话就可以开了。开完之后，把里面的报警东西清除，固压位，固完位以后，现在就可以准备。出位以后，你点动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动。当你做完一整标签的话，换标签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气放开，释放气啊，释放气，它就让它出去，再次转拿开，就是如果再换标的话，再放进去，再放进去，再把它气冲下来，就是模拟换标签。打完之后就换标签。这是一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这是四，这五，这六，这七。到时候我们在这里打上号码给你们，要不来。这七这八这九这十，到时候我们再打号码，再冲上来。调完之后，你要把那手先那边枪拉开，不行，这不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要把那边枪拉平，拉平再夹住，先拉平再夹住。夹住之后，你可以手拿着点动出针标，出完一针标，你再装进里面。装进里面，你再手点动一下，插进去，再用手。再用手写过来。你拿的话，你不可以点动啊，小心点啊！点平之后，然后把这个拿开，拿完之后你再出一张标，把这个点动按起来，你再出一张就一张标，啊，再出一张，出完之后你就标签这位置找对了，再可以模拟开机，啊。得了八了，这五把，
卖的还差一百，再加一百，就等于205。不中，要看这一张。要看第二张。对对对，我要学这个了。这种原杯它是完整吗？这是一张完整的标签。写完之后，就它自动。它是模拟开机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写好了。但是这停止走过来，这电影看到有信号的话，它再重停。走过来，这有电影看到信号，它再重停。